结婚多久了？八年了。孩子呢？七岁。嗯，我这房子本来买的就是结婚用的，还以为他真的会走进家庭啊。 阳光，嗯，哎，它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离你特别特别的远，照到身上的光都是亮亮的。今天下午你离开之后，作战中心的人找我单独谈了。 希望我能够加入科学边界组织。那，你没有答应他们？没有。这是在推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是一群，自大的白痴，啊。他们好像做过一些调查。是啊，还是全世界范围的。那所以他们应该知道有。 不存在的话，你现在松开手，你手里这本书应该飞在天上，而不是落在地上。不对啊！如果物理学不存在，薛定谔就不应该在地，应该在天上嘛。所以，爱因斯坦也不应该在地上，牛顿也不应该在地上，就他们这些人。 全都不应该在地上，他们应该飞在天上。会玩这个吗？会一点。我和杨东特别喜欢，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加速器中的粒子对撞。帮我收一下。 随便扔就可以，随便扔不没事，不用对那，随便扔一下就行。那。 能打进去吗？
一般人都应该可以吧。 实验结束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果。我们一共进行了五次撞击实验嘛，前面四次都是在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时间，然后第五次跟第一次是在同样的位置，但是不同的时间。所以这样结果你不惊讶吗？五次撞击实验，结果都一样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请你用。 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一下这样的结果。物理学的语言啊，在之前的五次试验当中，白球和黑球质量没有任何变化，位置关系如果以台球桌作为参照系的话，也没有任何的变化。白球撞击黑球，速度相当，基本上没有。 所以导致两个球在碰撞的时候产生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黑球都可以打入洞中的原因。所以你现在发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定律，就是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它是均匀的。人类历史上到现在所有的物理的发现，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、弦论，就一切的一切啊，都是基于这个定律之上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你说的，但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。 你敢不敢想象一下另外一种结果？第一次，黑球进袋；第二次，黑球的袋；第三次，黑球直接飞到；第四次。 黑球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麻雀一样，在房间里飞来飞去。到第五次的时候呢，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了这个桌子，打穿了墙壁，然后摆脱地心引力，直接飞出太阳系。就像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写的。 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些实验结果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和杨总都喜欢打台球。 实验室里，9:07的第一次数据，10:22的第二次数据，10:50的第三次数据均不一致，与计算数据也不一致，实验失败。发生了，可这本来就是实验的一部分，对于实验来讲，这很正常。对，就实验而说，就数据不正常是正常的嘛，对吧？但这次不一样。
就我们回到台球啊，如果第四次它这个黑球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，然后第五次黑球飞出了太阳系，那这样的结果如果我需要你来验证的话，你能用推论得出来吗？我是研究应用物理的，对于这些我不太懂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。这是你发给死者的传真，这几份都是吗？怎么了？你女朋友没事吧？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你干啥呀？实验结果。时间。时间。完全相同的数据，在他实验根本没有结束之前，已经交到了曼菲教授的手上。绝对不可能，在已知的物理学内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们觉得不可能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物理学。想多了之后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吗？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，那么物理规律中的时间跟地点均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，那也就意味着，也就是说物理学不存在了。这对于前沿的理论探索会是一场巨大灾难。所以理论物理想要有所建树的话，它需要有一种执着的宗教信仰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愿意相信射手和农场主的那个假说嘛。射手和农场主，这是科学边界的一套说法。对，就是反正那些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理论，其实说白了就是，就给人一点希望嘛。但这种希望有时候也可能会把人拖到深渊里。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抓住他了。或许你答应我求婚的话，实验就会顺利了。实验失败。哎，那你多测几次呗。可能错了。
你好。欢迎你重新回到科学边界。打扰了。不，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很高兴。你希望我能参加科学边界？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参加，都来了解我们。我还是不能完全接受你们的理论，虽然它听起来是很吸引人的。任何事物在你开始怀疑并且想突破它的时候，是最吸引人的阶段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叫边界。在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大一个院子，主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吧？这是我们一位会员的私宅，提供出来给我们做交流用。这位会员是研究量子纠缠的吧？是的。欢迎第一次来到科学边界的朋友。也欢迎重新回来的汪淼教授。汪教授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讨论，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你告诉大家，我们探讨的究竟是什么。应该是射手和农场主的假说。假设有一名神枪手，在一个靶子上每隔10厘米打出一个洞，设想这个靶子上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，他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：每隔10厘米单位，必然会有一个洞。他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，看成自己宇宙中的铁律。在二维世界的生物看来，那些每隔10厘米出现的洞，没准就是他们世界最伟大的神迹。或许他们正准备进去冒险，甚至在研究勘测设备到底用哪种材料才能更快更安全地去探秘。或许就是纳米材料。还有一种农场主假说，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，农场主每天上午11点来给他们喂食。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，一直观察了近1年都没有出现例外，于是他也宣布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：每天早上11点就有食物降临。到了11点，农场主又来了，但是今天是感恩节，食物没有降临。农场主进来，把他们都捉去杀了。我们有可能是那个靶子上的二维科学家，也有可能是农场里的火鸡科学家。如果在这个世界中确实存在一种超自然能力，射手，那么射手所掌握的规律就是真相。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微观世界完全没有，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放到量子世界又遇到更多问题。如果科学有边界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。二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，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。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。
那边界之外是什么？射手和农场主掌握着的规律是什么？就我个人而言，这也不仅仅是科学本身，而更像是一种仪式，对于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。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说说你的见解。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，对于理论，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发言权。不过我觉得今天的探讨本身只会让科学家变脆弱。在我看，这些假设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存在，但如发生了二维生物农场的条件，那就无法改变，他们还有多久呢？你此刻的态度恰恰说明，不管你愿不愿意证明，你已经认可了这个假设。就算我认可，我也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。在此之前，你也许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是一个火鸡科学家。我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。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。王教授，脸色不好，没睡好啊？那天你是故意跟我说那些话的，对吗？哪些话？让我去找丁仪，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，你都是在设计我，对吗？你给我发好了套，等着我自己去钻。你呀，虽然是个搞科学的，但脑子还挺好使的。又查到什么了？赶紧交代一下，杨东到底是不是自杀？从刑侦学上和法医鉴定学上，妥妥的自杀。但如果他们都是自杀，那我们还调查个屁呀！啊，你还在设计我？设计我去关注杨东？没错。哎，我还得给你下一套。过两天杨东的葬礼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干嘛呀？开车送我下山。是我车吗？你就拽。情绪激动的时候，很容易犯错误。他去找了丁仪，又去找了申玉飞。别得意太早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我敢打赌，他一定会出现在杨东的葬礼上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呀，我觉得这个汪淼很特殊啊。哎哎，老常，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就一个科学家自杀案，你这么大个作战中心，真的一无所获吗？你该跟我说了，啊！你都把我调来有一段时间了。我这个作战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？你就把科学家的案子给我查清楚就行了。行，放心，我就从汪淼这儿把这案子给你破了。但是，咱们俩说好的，你可别忘了。我停职的事儿，你得帮我解决了。我没帮你吗？
你停了吗？你在我这儿不干得好好的吗？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家属回礼。叶老师，您节哀。你是？我是杨宗的朋友，我叫王淼。谢谢。你也是研究弦理论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研究纳米的，应用物理。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，就是关于纳米的，说的是一种超强度纳米材料，叫飞刃。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室研究的方向。很大胆，很有前瞻性。你过奖了，叶老师。哦，前些天在良乡超弦模型验证试验那天，刚巧拍了一张杨通的照片，我把它送过来给您留个纪念。不好意思啊，叶老师，我在重印的时候技术上出了一些瑕疵，过些天我重新重印一张给您送到家里面去。谢谢。您太客气了，叶老师再见。黑挺帅呀、啊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来这儿纯粹是为了对一位科研人员的尊重和悼念。我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别再跟着我了。我要你解释了吗？你跟那个叶文杰、杨龙他妈聊了很久啊？久吗？节哀，顺便。再见，需要那么久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喂，哎，小黄，哎，老李啊，怎么了？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啊，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？这不可能啊！哎，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，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？等会儿啊。底片上也有，是胶卷的问题吧？我胶卷也是在你那儿买的。不能吧？哎，你相机的问题吧？会不会是调色计时窗了？不是，你什么机器啊？我徕卡呀，1988年的 M2，全机械手动的。哟，那可是好玩意儿啊！你可真舍得啊？不对呀、啊，
你这款机器应该没有计时功能。不是，就算有计时器的话，它也不可能出现在照片的正中间啊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要不你再查查。不对啊，这个码还能根据背景改变颜色。啊？我先研究一下，不跟你说了。
已经187个小时。 数据一模一样，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。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，如果是他复印的，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？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。就是机器的问题，你相信科学吗？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？